老板呢也准备了一份厚礼要送给新人，来，我们掌声有请。各位尊敬的来宾朋友，女士们、先生们，欢迎光临金开大酒店。在此祝新人新娘永结同心，安家好合，幸福美满。谢谢。好了，非常感谢来自酒店的祝福。那我们也要感谢酒店的老板，我们相信呢，在龙年啊、酒店的生意一定会啊、怎么说呢？兴旺兴旺再兴旺哈、啊，想不发就不成。好，接下来那我们用你们的一份爱心好不好？因为刚才现场这么多的亲朋好友用他们的掌声和祝福声呢，来表达了对你们的祝福。接下来我们就回报大家一下好吗？给大家三鞠躬，好不好？那在对，在给大家三鞠躬之前呢，还有什么要表达的吗？首先呢，要感谢大家在百忙之中来参加我与爱人白冰的婚礼，以及我雷南泽的排宴。那此时此刻呢，站在这个绚丽的舞台上，身边有亲爱的亲人，眼前有大家真诚的微笑，耳边有大家真挚的祝福，我的心情感到无比的激化，无比的开心。千言万语只有两个字能够形容我现在的心情，我对大家的心情只有感激。我要感谢我的亲朋好友们，感谢你们的亲情，感谢你们的友情，你们的鼓励，你们的支持，感谢你们在我妈妈住院期间对我们家的关心和帮助。然后呢，在这里也希望我的妈妈身体早日能够全部康复。我要感谢我的领导，我的同事们，在单位上班这段时间，你们一直给我一种家的温暖。我是你们的鼓励，让我一步一步的走向了前行。我还岳父岳母、爸妈。谢谢你们对我的信任，把你们的掌声明珠托付给我。我向你们保证，我一定会用一生一世全心全力的呵护他、爱护他，不让他受一点伤害。再来，我还要感谢的就是，更要感谢的我的父母、爸爸妈妈，是你们含辛茹苦27年把我养育成人。我不是一个乖儿子，这些年让你们受了很多气，我在这里跟你们说一声对不起，请你们原谅儿子年轻时的冲动任性。儿子现在长大了，也是当爸爸的人了，能够现在终于能够理解很多当时你们的心情。在接下来的时间，我希望你们天天都开开心心的跟我们共享天伦。我会用我的余生来照顾你们，来孝敬你们。我爱你们，谢谢。谢谢。